他自己越来越快，我没有动啊。你太紧张了，我的车越来越快。教练，我的车刹不下来。我刚刚是没动啊，快撞到了。我觉得我们旁边应该装一个那个副驾驶刹车。那你 bumper 改成假两件设计？对啊，我意会到的设计图是。我没有那个意思。我们有什么误会吗？我哪里看起来像假两件的？看，外面就是一件，里面还有个圆领，再一件嘛，然后领带要绑在里面这个。哎，其实我这个只是刚刚不小心加上去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做出来。好嘞，那我们要开始打了。这个尺就是50嘞。对，所以我就这样。对。然后再来，我们要取绣三高。绣三高是什么？绣三高。绣三高就是这一段长，胸围延伸过来之后，这一段我们叫做绣三高。那绣三高我们这次做的是 T 恤布，所以我们取12就好，来把它从顶点，嗯，到12，画一个点，画一个点，对，画一个点。好，好，再来画一条横线，垂直，跟现在的绣长垂直。安全岛了。对啊，他是会越来越，他是自己会越来越快的，没有没有，他不会，不会，我怎么觉得？我觉得他自己越来越快，我没有动啊。你太紧张了，我的车越来越快，教练，我的车刹不下来。我刚刚是没动啊，快撞到了。我觉得我们旁边应该装一个那个副驾驶刹车，再来哦，电动的吗？对，要啊。失败吗？没有吧，没有失败吧？等一下拿下来检查看看。好，失败了，失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永春高之后，老师帮我用吗？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的。老师，你们可以再多整，你们想怎么用都可以。真的吗？设计师放弃了，全权相信你们，全权相信你们，你们想怎么用都可以。好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全权真的专交给专业，你们期待他焕然一新，好不好？好的，真的，你们真的，我给你们绝对的自由。你等一下给我去领钱。我要特写设计师的脸。好、哦，我给你们真的，你们开心创作，开心创作。好，从主持人过来。你们开心创作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那我们今天就期待老师的创作了。设计师已经放弃，放弃治疗，放弃治疗哈。好哦，好哟，好哟，谢谢大家。今天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下一次见到这件衣服的时候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再帮你改完。好，嗯嗯，好，希望以轩会喜欢，会跟你沟通。对。